我已经到病院，可以用那阿伯来。你在做啥？我这已经唔是咧讲过啊，少会当笑到最后，别个唔知影，我即马就是要给你搬掉。丽萍免听我甲亲嘛，啊，不过佮拄着你啦，都出车祸，万不利，以后咱唔敢再拄风云啦，想起迄个代志，迄后果唔知有偌严重咧。当初我嘛是囡仔啦，我哪知影这么严重，对吧？这内面是我叫人假做的。 机票票根，这当证明范俊义一出意外的时阵，你的人会去新加坡的保险公司顶面啦。你将来都跟这么无声无息的，万一真正出什么状况，会是要安怎？老吉他的选择，我到时要做到遐尼全，这敢免怪你。这你是我的手持团的客，查某囝，咱就是你是等家囝孙，我死了你，我马上要找着你，赶紧来救家人，加油！ 我做个真济拢是因为我希望你会当回来我身躯边，那是姜开用咧骗你诶。但是手术诶，康脆手段，我都问袂其他人是安怎。安娜，这微创手术，康脆足细吼。我哪感觉今年不安，规身肝头皮泡菜。江总裁，你看，我诶小弟弟，你知？你做？你终身恭喜回来爸爸身躯边啊！我哩永远回来我身躯边啊！知无？你做？